down shit.好的，各位，今天扮演的是大雄，这个大雄就是《海贼王》里面那个大雄啊，不是小叮当的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大雄呢，要来破坏这个洛圣都啊。然后我们现在用装的这个是钢铁人模组，那我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瞄准啊。哇哦，一次三发呢，咻！直接炸烂了那台什么消防车嘛，对。好的，我们看它前面还有什么车。忘了记得它正面啊。哇，它正面这个模组做的很精致哎，超级壮硕的。它手跟脚就很细啊。OK， 好的，我们警察来了，要来打警察了。过来啊，过来。哇，很屌是不是？拿什么东西啊？吃我的飞弹吧你！看我的，是哦，这个应该叫做压力炮吧？压力炮，嘣！他一次六发飞弹呢，再瞄准一下，现在三个，咻，嘣！但是因为他挡住了，看不到前面了。我看下第一人称啊，第一人称就像这样的、啊。这是哪叫第一人称呢、啊？在他屁股后面吧。我看他最后就只有这个视角可以用了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镭射，咻！这样我真的很难看哎，看不太到前面。镭射，咻！哇，镭射长这样，咻！再换一下。哦，这是从胸口发出来的吧？噗，超难射的。好啦，再来一个熊之冲击啊！来，再让我打一下。为什么三颗星警察还没来啊？熊之冲击，来，熊之冲击再一次。我要先瞄准一下，为什么不让我瞄准一下？人呢？那人挂了。这钱一定要打一下，拿一下的、啊。不要走啊！雄姿冲击，给我！不能打、啊，可恶啊！我用跑的，那次冲比较快一点。哦，打到我自己了。警察来吧，你是通通来。啊，最多可以六个、啊。哇！哦！翻车！压力炮！哦，连射哎、欸，是连射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你太屌了，完全不用陨漏了，直接发射了。所有的警察都不会来追我的。哎呦，红色点的耶，那是怎样？我打到自己了。来啊！哎呀！哦吼！哎呀，真是的，不好玩。我们去军事基地闹一下好了，来。飞了，边飞边发射飞弹，再换一个，那什么？咻！直接飞过去了。正前方，哇！这个天气也太好了吧！其实也不用传送过去了，就直接飞过去就好了，这还蛮快的。
哦，你下一下到了嘛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下去。他真的那么慢？动作还蛮帅的，这样跳下去。加速加速加速！怎样？谁射我？给我站出来！这没有准心的，怎么射啊？我换飞弹了。哦，用中间的，爽！咻，根本射不到。哦，可恶啊，可恶！我过来，雄姿，雄姿什么？冲击！哈哈，招式好难念，雄姿冲击，哎，我直接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，丢吧你！雄姿冲击，呼，哇，呵，哈哈，那个直升机很烦啊，给我下来！嘣！哎、欸，这个是个女警啊，那是女警吗？啊，那火箭炮、欸，哎，那火箭炮，他还跑走。射不到，你很烂哎！你射准点啊！对对对，快快快！我等你发射，快点快点！你还要装子弹？你装几根了你？好啦，你很厉害，你把我打倒了。过来过来，哎，穿过去了哈！哎，想去哪？想去哪呢？你给我回来！哦哦，很凶哦！凶啊啊啊！哎呦，飞机都被你炸坏了！哦，看到你了哦，哇，摔倒了！给我回来！你死定了！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哎哎，十八禁！哈哈，那身体分尸了，这太扯了吧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走过来！哦。坦克车，坦克车来，可以抓吗？我记得可以抓，可以抓抓，就把你炸烂了。我连发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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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哦，我、哦、摔倒了啦！我记得可以抓起来，抓起来是在哪一个？哎、欸，不见了，哼！哎呦，你把自己炸死哎、欸！哈哈，你看他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是怎样？他脚跟身体分开了呀，哎呦，你射得很开心，还躲起来，你给我出来！哎、欸，你干嘛自杀啦？你有事吗？一直打我，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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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咻咻咻咻咻，哦。啊！怎么一直摔倒啊？飞起来，这样最好你这样打得到我啦哈！哎哎哎！卡视角，可恶！哦，连发飞弹，没有一中一颗，一颗都没中。咻！太空漫步，哦，还有什么攻击招式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可以坐吗？这个飞机，这飞机可以坐，上去，给我，哎、欸，真的给我上去了，哦，太扯了吧？他是怎样？他直接坐在上面了、哦？他这样还可以飞吗？哦，碎碎碎碎！那、啊、可是视角不能换了，只能这样子了。这么大一坑是要怎样？怎么飞啦？这视角不能换了吗？啊，为什么这视角这么难看呢、啊？啊，我要跳伞，我要跳伞，用飞的比较快。咻！哇！画质很赞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那脚架怎么收起来啊？打开一下。哦，跳伞，咻！哇呼！撞到飞机，啊，飞机爆了！哦，哎、欸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！哎呦，怎么翻跟斗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咻！哇，爆了爆了啊！来了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其他人呢？人呢？不见了！出来出来出来！哇！过来，让我再打一下，标注一下啊！我怎么标不出来啊？你打翻了！我的哇，扑倒了，踹飞你了，哦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，来来来来，让我烧一下，让我烧一下，哎，没火了，好的，有观众朋友呢，想要看这个千阳号被炸烂。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大熊来试一下，可不可以炸烂？好了，那我们正前方就是千阳号，看到没有？很可爱的千阳号吧？嗯，趁他们现在都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去给他闹一下好了。嘿嘿嘿，我先瞄准一下，看他可不可以瞄准。OK， 哦，可以，代表他其实是在那个船里面。哎，为什么那个人从中间的船跑出来啊？不管，我们先把它射一下看看。哦，两颗，两颗居然没有爆，所以它的模组应该是在这个船里面的。我想看看，试试看，研发飞弹可以把它炸烂吗？飞的，警察来了。要数一下，用几颗，要几发飞弹才可以炸烂它？可以烂，可以炸烂吗？炸其他地方？那为什么他的腰是这样变？那怎么回事啊？他，他怪怪的。可以这样炸不烂吧？那为什么我分变成两边？感觉还蛮难炸的。绕过去看看，哦，炸到人了 ！Oh no， 可以炸吗？不会吧，就这样穿过去了，到底行不行啊？我再往上飞。不行啊！真的假的、啊？这样打不烂。再飞进去看，不行。哎、欸，哦，撞它就不见了、哦。为什么这样？所以事实上它是打不烂，但是可能撞过去它的模组就不见了，不晓得为什么。